井盖来用两台泵来抽水，直接收到那个排水沟里面。到现在集成了20公分左右了。现在我们输送了一台那个抢险车，人员是10个人来排水。现在我们这两头的做了防护，有那工作人员在旁边拦住，绕到走嘞。我们昨天6点到9点半这样是3个，晚上4个5个小时，再加上今天早上到现在是。 4个小时，一直在工作啊！我们在排水，都是整个片区，我们要巡逻，都要找，要找隐患。